好链接刷新去拍，好，谢谢各位朋友们，谢谢。来，大家一定要把那个关注点一下哈，把那个灯牌亮亮，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刷的话呢，前面是没有灯牌啊。哇，来了来了来了。来，接下来的话，朋友们来在的话呢，朋友们给我们打一个好吧，就是好朋友，给我们打个好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前面的话一定是要好朋友，对对对，没错，朋友。刚好是我们鹏哥的鹏啊，好朋友。对，是。接下来的话，朋友们把好朋友打在公屏上，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来一个，要不要淼淼福利？要。来了来了，接下来是来福利了。我们的艾草线香，对，这个据《本草纲目》记载，艾草是属于这个比较辛温的材料，它的香味呢可以让人感到，非常的放松愉悦。 同时，艾草也是夏季我们用来驱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哎，这个香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古人一睁眼，一天的香事也就开始了。尤其到了宋朝，这个用香的习惯从已经从宫廷到官家到大量的在民间。陆游在《晨起》这中写到：“老夫起烧香，童子行集锦。”就老夫一起来，第一件事。 先点一根香，香点起来，这一天就开始了。是的，是的，而且在，比较讲究的这个官宦人家，那时候请人来做客，客人进了第一道大门，可能点的是一种香，是。到了客厅中堂坐下奉茶，又上的是另一种香，然后到了宴会开始，然后可能又表这个诗，表演的节目又是另一种香，非常高的一个待客之道。对对，最后送客。 又是一种香，所以它的香文化在宋朝达到了一个顶峰时期，对，非常讲究。那今天呢，或者我们是这个艾草的线香哈，价格的话呢，平时39.9，但是在今天的话，我们的朋友价秒秒价，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拍，只要19.9。今天拍下我们还送这个，刚才给大家特写特别的可爱，就是一只蚂蚁的线叉，对，非常的可爱。 对，来19.9，19.9就是有到我们今天这个市里面有35根左右，35根左右啊，对，然后呢还加送到这个蚂蚁的一个香叉，来坐准备19.9包邮到家，有朋友自己远方来，不亦乐乎。上链接，链接已上，一号链接，朋友们只有500单啊，只有500单，对，这蚂蚁很可爱，对。 对，再一号链接刷新去拍，就是整个现场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弥漫这种让非常放松和愉悦心情的这样的效果。对，你们看这个，它这个香灰啊，对，嗯，它都是干净无杂质，点燃以后，对，非常无杂质，很干净。没错，而且它这个是属于草本的药香，所以是不会刺鼻的，而且烟气是轻柔而洁白的那种，对，而且是微烟，就是不会特别的刺鼻的那种浓烟。对，有很多这种比较劣质一点的香，它的那个香就闻上很香，但是它会有刺激，对，刺激鼻腔的感觉，那多半是化学物质。是是是，对，你像艾草就是纯草本了。对，嗯，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啊，经常去驱蚊，对吧？会点那个艾草啊，就
天有蚊子，你放别的香，是是 是, 是，艾草本身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中医药材了，实际上，嗯。朋友们想要的打响药，我们再给大家放。健康香。既然李老师都想要，那我觉得我刚才刚跟你聊天，你这让我分心。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他不只拍一单，嗯，他可能应该拍了几单或十几单都有。这确实方便。所以咱们现在多一点，嗯，前面是500单，对不对？我们 double 好不好，李老师？好。大家上1000单，好不好？好。来，3、2、1，直接上。好链接，你上。一号链接。其实艾草，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因为我就是怀孕期间，我那个身上长湿疹。就是用了很多方法，涂了很多的药都没有用，嗯，然后我妈妈就是煮艾草的叶子泡水给我就是擦身子，然后擦了3次全好了，特别的舒服，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艾草真的是好东西。嗯嗯，再跟大家说咱们今天的规格哈，这个里面是有35根左右，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觉得买一套我觉得都算是亏的，我觉得一定要多买几套，你买一个我们就送你一个这个蚂蚁，这个可以多买几套，放在家里可以常备常用，常备，哎，对，还有办公室，对不对？家里，如果是大别野，咱们也可以，对，每个房间可以放。出去旅游的时候的话，可能你
随身带，驱邪避瘴是、嗯、最后一百单，一千单已经拍完了，宝宝们快要拍完了，还有最后一百单啊！对对，多少支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是35根左右，然后呢，无风燃烧的情况下是大概能够燃烧15到20分钟。嗯嗯，这个刚才说了，传统的艾草其实在中国民间使用非常广泛的，但是那时候因为它，你燃烧起来那个浓烟滚滚，对，烟太大，我觉得这个哎。做成线香也是一个很好的改良，没错没错。好的，朋友们，我们还要做点时间，大家继续拍啊、嗯、好的，我们就看一下接下来、哦、OK 哦、嗯、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有香的小叶子檀2.0的一个手串、嗯、好漂亮、嗯、对哦，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人的话传统就是对于所有的比如说手串啊、嗯、手环啊手镯都非常的情有独钟，因为它本身象征的就是圆圆满满，它是圆形的，而且我觉得像李老师这样的成功的稳重的精英男士的话，就是一定要佩戴就是2.0的这个 size， 2.0是它的对直径，对、哦、然后也就是标准的12颗，因为它盘玩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其实这个珠子现场看着挺大，但是因为我的手也比较大，所以看上去好像没有，对，就男士戴2.0比较多、嗯、女士戴1.0的比较多、嗯、对，这是小叶子檀。对，这个小叶子檀呢，因为它的成材率非常低，俗话说这个十檀九空，而且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5年才能够成长一轮，所以有这个寸檀寸金的说法。而且它的这个硬度啊，你磕碰一下不容易受伤，它的硬度在木材当中也属于是天花板级别的，历来都是皇家贵族的专用木材，没错、嗯、就前面说的就是它十檀九空啊，我们也拿到了一块这个小叶子檀的原木、嗯、因为呢就是基本上的话呢没有比就是更大，就是20公分左右了、嗯、就是整个的最大的比较大的，然后就它的珍贵程度就可见一斑、嗯、然后呢它也不能进行人为的处理，而且天下没有长得完全相同的两棵树、嗯、所以基本上每一个的话呢都是天生天养的，而且它这个质地是非常坚硬，而且纹理很细密。这块的话呢，原木它边缘它是靠近树盖的部分的话，因为氧化时间长，所以颜色比较深、嗯、对，偏深紫色了、嗯、而且越老的料它这个质地是越紧密的，越往里的话颜色就会越浅，就偏橘红色。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老玩家资深玩家就知道就是要盘嘛、嗯、小叶子檀它这个油性啊要经常盘完，然后我们也会非常形成非常漂亮的一个包浆、嗯、然后我们也是给所有朋友们呢就送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对盘完袋、哦、这个可以保存的、嗯、哎，可以保存，嗯，可以把手串放里面，对、嗯、那这个的话呢平时的参考价是389。我说句实话，其实小叶子檀的话手串这个价格贵的也有到对几千几万的咱们都有，对，就是价格。但咱今天呢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首先它的规格尺寸直径在这里，而且呢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每一颗它的纹理它的质感、嗯、对不对，而且是颗颗饱满的。这个今天啊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我推荐过我看过的真是也是非常非常低了，多少钱吧，没谁了，258哦，258啊，2.0规格的12颗，好吧，再送到我们的盘玩袋、嗯、来做好准备啊。有朋自远方来，无意生活上链接。李老师，我们现在在线有30000人了，要不要给朋友们送个礼？送礼，送礼！来左上方点关注，中间一定要把咱们的小心心点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今天我们的中秋节这天来到我们的李老师的直播间，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哈。来，有朋自远方来啊，开心来点关注、嗯、亮灯牌下方点点赞，点击我们的小黄车，看看有什么大家喜欢的好不好啊，多给我们来支持一下，你支持的越多咱们给的福利也就越多越快、啊、而且的话在今天全场啊，我们因为直播的话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全场累计只要订购满3000我们还有李先生的额外补贴、嗯，再送到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物，当然了前提是要就是实付啊，就是实收之后的话呢确定收货，我们把赠品再额外送到你的手上，所以说从这刻开始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千万不要走开。谢谢您啊，这个串真的不错，不错，嗯，手感也好，这个目前在1号链接啊，1号链接喜欢的直接去拍，在我们的这个故宫如果去参观的话、嗯、一定导游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必看的景点，就是那一只号称全世界最大的那只、哎檀的柜子，贝斯特大的。想一下，那在清宫当中的话，大家都把它放在如此明显的位置，你可想一下，小叶子檀在这个皇室贵胄当中是多么的流行。而且大家都知道，国内有一个叫紫檀博物馆，是里面是收藏近50个歪的啊，咱们这个名贵的紫檀，对。我觉得作为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其实过于名贵的东西，可能我们遥远的远远的看一眼就好了。是。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紫檀的串珠啊。
我觉得不光是一个名不名贵的问题，就是还是我刚才想说的，就中国文化，就它这样的一个东西，嗯，其实它看似卖给你个商品，但它不是所谓的什么辣椒酱啊，什么什么什么手指，我用完就算了。这个东西你每天放在这儿，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词我们叫盘了。对。其实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我自己不太会用这个词，因为好像显得比较的油腻。其实你手里放这么一个东西，你自己偶尔安静的时候，或者难以入睡的时候，或者你在旅行当中比较疲惫的时候，你需要静心一下的时候，你下意识的你很容易就把它从手里解下来，就很自然的就会有这么一个动作。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动作和行为，啊，通过跟这样一个紫檀串珠的一个接触，它自然会给你带来一种宁静和安静。对，就是珠宝闻完，其实更多的是心与心，就是你的性情的改变，心境的改变。对，就是说，互相就是养嘛，对不对？对。而且今天它可能是一个200块、300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想它，如果我们佩戴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之后，真的，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它是一个无价之宝。对，每天价值和价格过程，对，看它一点点的变化，也是自己的努力让一个结果，也会告诉你自己它应该持续的发展，是有一定的。没错，来，接下来再上，哇哦，这个礼盒，首先这个礼盒就是颜值惊艳到大家啊，这是我们的大红袍，然后呢还有花香小种，咱们今天是有两个大礼盒啊，这是很对，里边的话首先大红袍是有252克。252克啊，里面的话呢是包的还有这个花香小种，这个是300克，打开看一下，这是两个，这是一件两个礼盒啊，两个礼盒一个套装，也是自留送人，非常合适的哈，是二选一啊，两个带回家啊，然后这个大红袍里面是有36包，每一包是有7克，然后小种的话是有60包，每包呢是有5克，就是每次一包刚刚好，也不会浪费，对吧？哦，这个厉害。OK， 那我们日常价格是1724。嗯，今天朋友价，朋友们啊，我看一下有多少朋友在，把好朋友打在公屏上，谢谢大家的好礼啊，就是中秋快乐，谢谢大家。来，今天我们两个大礼盒带回家。嗯，平时1724，今天呢？打5折都要700-800，嗯，打3折都要500-600，嗯，咱今天还要低吗？打到1折啊，1000多到100多。一字头，没错，但是1724，咱今天188，两大盒，两大盒带回家，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要是首秀，好吧，首秀，咱以后再说。直播间也要90多一大盒，然后朋友们还没结束啊！我说今天这个一定要先告诉我这个背后有多少单，先告诉一下我，我怕到时候一下抢完了。这个现在有2000单，只有2000单，是不是？来。刘老师，188，这个太值了，这个太值了，太值了。然后我们再送铁观音2罐，还有分别170，再送还有来肉桂2盒，还有来够不够？1、2、3、4、5，6样单定了，够不够？不够，来我们188凑到8好不好？啊，本来价格是188，这也送吗？凑到8个，来再送金丝黄菊2盒，1、2、3、4、5、6、7、8。188，够不够？够不够？大家觉得够不够？还要不要？还要不要？可以了，可以了。拉住我，拉住，够吗？喝茶怎么能没有茶具呢？啊，那是下一个品啊！哦，下个品是吧？对啊，这个188，188，就是下一个。这个下个品卖多少钱？金丝黄菊，150，我觉得。我也，我觉得这个我还真做不了主，李老师，我也做不了这个是，这是您的直播间，这是您，这是您的直播间。算了，不是，我都看到了。不是，这个是我们150。别累着你，你先把它放这儿吧。好吃，朋友们，你们想不想要？这个人那个，你们想不想要？咱今天就八盒茶，然后再。这好值哦。是，这当如果没人要，我们就收回去吧。没人要，我们就收了，朋友们，没有人是真的送是吧？要不要送？这样把送的打在屏幕上，好不好？我们看看多少朋友要。这个真的好有分量，好有分量。咱今天就是有煮茶的茶壶，1、2、3、4、5、6、7，还有我们数个茶杯一整套，这个就单卖就150了，单卖150。咱今天188价，这个算是今天最大的福利，我觉得真的是福利，这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比它更大的。八盒，咱加送再加送。这样，李老师，您最后做个这个送多少？都说要什么？都说送什么？188，我的天哪！下不来台了，李老师，这下不来台了，怎么办？少放一点，少放。大家说再送100份，送100份是不是？好，朋友们，那我们就定了。但是101个朋友就没有这个差距了，好吧？其实我
就前一百位可以吧？我们就把那个库存卡一下啊，好，就这样来做准备，只有100单。再听清楚，一大盒大红袍，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小种茶，还有铁观音肉桂，还有金丝菊。再送茶具，100套，做好准备啊！有朋自远方来，福利大锅，上链接，链接以上，这个只有100份呢，太值了，太值了！大家加快手速啊，只有1000100份啊！对。就是我那讲这个送礼，这个茶器也可以送礼，这个也可以送礼。对，我觉得可以把这三份当成三个礼物，剩下这个可以自己尝一尝。对对对，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套组。对啊，这个金丝黄菊也不错。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嗯，没错。这个它的这个出品方啊，叫郡望堂。郡望堂也是深耕福建当地茶圈的一个品牌，啊，他们的茶也都是来自于福建省当地的核心产区。全拍完，确实上的有点少，100单。这给还多放了一下，还啊，多放的你们负责啊，多放的这个你们负责，150，好吧？300多份已经放出去抢完了。不是说100份吗？原来错了，没事，段红老师来赞助，谢谢段红老师。好吧。要我赞助是不是？我真的，就前面200份他们赞助，这个接下来还有没有？我们还能放吗？这个还有吗？没了吗？做主还能放吗？还能放吗？李老师，如果再放的话，就是您赞助了啊。您的直播间，您说了算，您说了算，咱还放不放？刚才放了300，前面放了300了，已经一下就没了。但这个东西确实好，确实好，再放500份，再好东西，来，大气来，好东西放给好朋友，来，直接给我上500单。小陈，我也抢一份，快点，真的，这个李老师是要一份，他自己直播间的大 VIP。再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确实好，太好了。这个就是你看，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个大红袍，它就是乌龙茶嘛，我都 对，本来我要讲这个茶，我觉得这就不用讲了。大红袍嘛，大家还是说两句吧。一般大家说听到大红袍，可能会以为是红茶，其实大红袍是算是乌龙，对，是岩茶中的一种，也是一个名茶了。镇山小种，这个是我们这个叫什么花香小种，对，花香小种是在红，这属于红茶，对。但它带了花香味，在加工工艺当中，它肯定是做了用花做了印香，所以两个，你看这是两个品种了，对，两个品种。这个前面还有镇岩肉桂，哇，是岩茶了，还有这个我看不见，铁观音，对，这还有纯菊花，五百单又拍完了吗？真的假的？你们也太给力了。这个价格确实是价格给力，好吗？太给力了，对，朋友们。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真实现在已经有800单，真实已经全拍完了。朋友们，来，我们全部是有据可查啊，有据可查，全部是真实放单的。感谢，不用感谢800位朋友的支持。付款的好不好？好，来听一下。100多位宝贝没有付款，来直接给我替人吧，好吧？100多位没有付款，来直接替人，3、2、1，直接替人。来，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咱们的规格，好吧？首先，这个是我们的大红袍，里边的话呢，它是有这个36包。每一包是7克，小种的话呢是60包，每一包是5克，这是分别可以送人物，对，就对，就加在一起96包，加上这个将近2斤茶，咱还没算这个，对吧？然后你看这个是170克一罐的铁观音，然后还有这个肉桂也是170克一罐，对，金丝的话是对，就咱就不算吧，这个确实值，太值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打个比方，我不确定我爱喝哪个茶，是的，对，我可以先就买这一套，我就小一点先尝一尝，哎，都尝一尝，这个这种搭配也比较科学，再确定，或者说你看，就是肯定是全家人喝，可能我喜欢喝金丝黄菊，我的妈妈她可能喜欢喝大红袍，就可以照顾到全家人不同的口味，对吧？口感。弹幕都在说能不能再，我跟你讲，我们的保养还要啊，大家说到还没抢到，还要吗？大家说手速太快了，手速。中秋节来是可以了，我们还有一点，但是我们日子还得过呀，不能现在都发完了，这都没了，想要多少年难得一次中秋，小黄你说吧，我觉得多少年难得一次中秋和国庆，对对对，中秋国庆一起，对，把那个大气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好不好？把大气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咱们今天再看一下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录个屏统计一下，看有多少朋友们想要，好吧？再给大家放单，确实前面大气鹏哥再沟通是不是？再给报签，品牌方来赞助这个，品牌方赞助再说一下，茶具是不是？来跟朋友们说一下，
这个应该是下一个链接，就是我们卖完这个礼盒套组之后要上您这个的。刚才我们刚说茶了，这个茶具拿出来一个看。来，这样，朋友们，再说大气，想要。那这样吧，再给大家，品牌方那边给结果了吗？多少单？品牌方给1000单。给1000单吗？品牌方给1000单。哦、来，我们赶紧上吧。品牌爸爸也很大气，来做准备，再上1000单，上链接。链接以上。宝们，赶紧去拍一号链接，快点。给个镜头。给个镜头来。这茶器也很漂亮、哦、这宝宝们，这不是赠品啊，这是本来我们要做主商品去卖的，去销售的啊，这不是赠品，朋友们。立体的一个嵌丝，颜色也非常稳重，真的。我们的巨旺陶号的老板，然后跟下一个产品的老板，他直接采购来给我们作为赠品。对，巨旺陶、哦。等一下，就是这个茶是一个老板，对，这是不同的品牌，茶具是另外一个老板的。是。我觉得我太为难他们了，这也就临时在沟通，临时采购的，特地为了李老师您。好，我们看里面的组合还包括什么？真的是，这套太值了，太值了！这个，就单独卖这套是150啊，咱今天直接送了，很有型。对，还有 ，OK。那赶紧去拍了，还有最后的500分，最后500单，来一号链接刷进去拍啊，朋友们。这个茶具的造型也十分的古拙啊，对，大家看起来之后喝着的话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心态非常的敬业啊，用这个茶具。然后今天的话，下一个产品不上了，下一个产品不上了，不上了，这个不能卖，这肯定不行。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还是旋转茶具，它这边还有个旋转台。所以我刚才没时间把这展开，大家就抢完了。这个还真是，对，就是像前面说的，就放在家里不仅是实用的一个作用，它确实也是家里的一个非常好的中式的一个摆设。不，喜欢的去买完了，买了，放心，茶具一定是送放在一起啊，就是。确实这个链接里面是没有加这个茶具的，咱今天是临时，可难死我们林老师了。恭喜大家成功拍到啊。好，真的下个茶具不上了呀？真的真不上了？没库存了？没，好的，来接下来这个特别好看，我们的盗墓笔记的啊，问天多宝色的一个菩提串。哦，看这个就是色彩是非常的一个鲜艳明亮的，它是一种渐变的一个颜色的搭配，很漂亮，就是在女孩子的角度来讲，我们就看颜值嘛，就首先看颜值。然后它这个三通部分啊，来给大家看，这个三通部分用的是一个做旧的一个红玛瑙珠的材质。然后下面的话，你看这个小手，它是一对小手，胖嘟嘟的哈，寓意着有福之手，而且是双手合十朝天往上，所以就取名叫问天，也是有一种就是祝什么什么福的一个寓意啊，把美好的寓意和祝福带给大家。对，这个材质是菩提，很像石材啊，玉化的。对，您玉化的这种菩提子，菩提呢是贝叶种的种子，菩提刚成熟的时候是白色，但经过风吹日晒后，它会形成深浅不一的黄色，或者是当菩提成熟落地的时候掩埋入土，不见阳光，又会逐渐的形成这种绿色和淡绿色。所以菩提子啊，作为这种树，它用一生去孕育的一颗果实。对。它具有很深的一个内涵，从它开始的白到黄到咖色，再到阴皮绿色，因为到阴皮绿色差不多要2年左右的时间。其实等于这个就是经历了整个菩提的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历练的过程。是的，从出生长大求学工作，对，一路的陪伴，看到我们的这个人生旅程了。对，很漂亮，颜色也好看。那今菩提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结语。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对，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哎呀，小红戴上，戴一下看，就感觉很好看，很好看，就这样戴了。日常价是288，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价是只要1字头138，来做好准备了，有朋自远方来。上链接，好看啊，138，对 ，OK， 对，可以可以。这个也既可以戴在手上做手串，也可以戴在我们的脖颈之间，可以做我们的是个就是毛衣链，因为秋冬季节快来了嘛，可以做毛衣链，可以搭你比如说一些中式的一些，比如说香云纱的那种外套裙装，中式风的那种。我觉得穿衬衣戴也挺好看。哎，对，然后非常有这个带有一丝民族气，虽然是彩色系的，还有一种悠远古朴的感觉。它的这个出品方啊叫《盗墓笔记》，不是那个《盗墓笔记》啊，它是这个。天道的道，木头的木。对，盗墓笔记一直是坚持这个原创设计。他们从红木家具到珠宝、玉石、木串都有设计。他的这个主理设计师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先开始是在很多这个大品牌做这个设计师，后来自己开始创业，做了
盗墓笔记工作室，对，也有很多是原创作品，对 对，设计很漂亮、啊，对，非常有心。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看一下，还有的我们的专业的一个鉴定证书啊，嗯、对，这里写的就是玛瑙配饰，因为我们这个上面不仅只有菩提、嗯，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的珠宝的元素，比如说有玛瑙，就在我们就是那个、嗯、三通珠的地方，多宝、嗯，多宝，对，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菩提。啊，两份质检报告，然后我们都带有精致的包装礼盒，所以说呢，就是非常适合自用送人，都很不错。好，来，就是我现在是戴项链，我觉得李老师您可以做那个就是手串。哦，这个男的、啊、我也可以戴吗？其实您今天这个中式的马六，对，我比较喜欢戴在手上，我觉得戴手上，哎，还真是。是吧？三十八这个价格买一条白菩提的话都买。就是、啊嗯，对，基础款的白菩提都不行。嗯，哎。哎，好看。好看。嗯。男士女士浅露点啊，这个是不分性别，不分男女，对，是的，嗯，138，确实是，我觉得光这个小胖手都很可爱了，小佛手，对，多宝珠，多宝珠其实它就是用整个在一个串当中用了很多种的不同的这个材质，对吧？嗯，它的源自也是来自于就是十八子手串，这应该还是一个，还中间还有一个玛瑙，玛瑙对，红玛瑙，还有一颗红玛瑙，嗯，很耐看，做旧的感觉的，对，嗯，这个是弟子珠，弟子珠，对。三通，对，三通，嗯，三通是一个玛瑙，对，嗯，因为是到了初冬季节的话，当个毛衣链的话佩戴，哎，也非常好，对对对，可以搭配的形式、啊，就是风衣、羊毛大衣，对，毛衣搭配，嗯，对，甚至说跳广场舞配的话，别大衣都会很羡慕，你去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会特别喜欢，因为它的颜色就是比较的这个多彩一点啊，就是不会那么的老气，对，对，嗯、很绚烂，嗯、绚烂，对。一号链接啊，这个颜色就全部是这种，嗯，质感很好，哑光的感觉、嗯，不是那种很艳丽。对，嗯、是，嗯，很雅致、嗯，很有质感。对，来，朋友们，这个是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啊，喜欢的话刷新去拍，一定要多多点点关注哈、啊。左上角哇，还有红包可以抢啊，还有福袋可以领。好，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麦子家族的和田玉的一个湖水，它是一个渐变的绿色的一个手串，嗯、很有特色。哎，啊、哦，有特点了。嗯。这款的话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福利秒秒价，朋友们，要不要福利？要。要不要秒秒价？来，先、这个、说两句，这和田玉，因为是这是我们老家的玉啊，所以我说两句，对和田玉比较有感情。看到和田玉，我这个脑海中立马浮现出“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这就是形容我们李老师的。对对对，都不敢不敢不敢。和田玉自带一种啊非常儒雅的气质。自古都是文人雅士非常喜爱和欣赏的，嗯，这款和田玉呢也比较特别，它采用了这个渐变的颜色，你看由浅到深，非常的清晰，油润，质感也非常的油润，无论戴在手上还是这么把玩，嗯，很舒服。因为这个是产自于就是我们李老师的这个家乡的，对吧？就是新疆的一个且末的和田玉料。因为且末的话，就是有句话叫、哎，我觉得这个，嗯、我本来以为这个，我觉得是男生戴也还行哎。对，是，嗯，就是有句话叫是天下好玉出和田，和田好玉出且末嘛。对，所以就是这是来自于且末的一个和田玉料，它其实它是每一颗都是无裂无瘤。嗯。对，每一颗都是很饱满的，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啊。但是我们价格还没出来，跟大家说一下，待会儿价格出来你就知道了。说吧，说吧。这种品质啊，我们平时的价格是249，今天我们就直接一个尾数，百位数去掉一个尾数，49米，49块钱，好不好？哇，是不是很给力？49，给力！和田玉的手串，朋友们来做好准备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链接，一号链接，一号链接刷新去拍，49块。对，哎，它是弹力绳的设计，所以不管你是男士、女士的手围，它都可以戴。对吧？男女老少其实都可以戴。嗯，这个麦子家族也是新疆的老店啊，创始人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嗯，同样都是戴咱们的这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上面写的很清楚，三个字来看一下啊，是和田玉。来看一下和田玉，今天的和田玉的渐变手串，它只要49块钱啊，戴绳啊，然后也是戴咱们的这个精致的包装礼盒，看一下，同样是自用送人，两相宜，没有问题，放心订。一号链接刷新去拍。这个虽然今天价格很便宜，但是大家买回去以后，我觉得还是要多加爱护。比如说你这个游泳啊、洗澡啊时候，你还是需要把它摘下来，嗯，跟水尽量少接触，包括一些化学物品啊等等的。嗯，我们应该有个袋啊，有盒子，对对对，有盒，有包装。不用的时候还是要把它保存起来。没错，
它这个每颗珠子大概是9到10米的一个规格啊，就是老型珠，大概是有20颗左右啊。今天是49块钱带回家，真的也是因为我们李老师的直播首秀，特地拿过来一个超值的回馈粉丝的价格，买买买，谢谢大家。这个、价格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的。来，左上方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关注点一点，谢谢大家哈，把灯牌亮一亮，前面有好朋友三个字，就证明到你已经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了。啊，什么时候发货，宝宝们？我们是48小时之内，也就是2个太阳日之内给大家发货，大家放心。小清单，这个话前面是已经卖空了啊，卖空了。咱们老板刚沟通的，刚沟通，老板这来，今天要支持我们的李老师的直播，我们特地再来给大家小返场一下，好不好？爆品返场，其实是考虑到咱们是这个话说多了，让我们喝一会儿，太好喝一会儿，对对对，这个好，太贴心了，这个安排很贴心。再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正宗的新会小青柑，首先的组合，本来的组合是什么呢？398就是两罐，但咱们今天138，买两罐，送两罐，四罐，再加咱们的一壶四杯。其实你看这个杯的把手上，它都是彩色的，就是防止会拿错。彩色琉璃，彩色琉璃，颜色，对，每个不一样，就加在一起，全部1、2、3、4、5，我赶紧说个价钱吧，快，138，好不好？来做好准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链接。好了，辛苦了，辛苦了，喝杯水，喝杯水，来，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嗯，我觉得这个产品不需要多介绍。对对对，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个组合。摆在这里啊，138带回家，也就是您平时去买的话，就是398，可能就是两罐，真就是两罐，没有多，它就是每一盒每一罐398两罐，两罐，今天是138两罐，再送两罐，对，再送一套茶具，再送一套茶具，它每一罐，我说完了，你们自己决定吧，自己决定吧，自己决定啊，对对对，每一罐大概14颗，再来走一波，来，再给朋友们看一下，李老师您喝茶，您喝茶。哦，来，朋友们把小手指借我用一下，左上方这地方点一下我们的这个关注，中间然后会有个小星星，只要一抖币加入到粉丝团，没有抖币没关系，我们那儿给他发，然后的话给大家来发我们所有的福利福袋啊，一抖币1毛钱不让大家白花。下方的话帮我们多多点赞，现在点赞是52.8万，我们来冲一波到100万点赞，好不好？好的。来，中间的100万点赞，我们再给大家送什么福袋？里面给大家放什么大礼？我们送核桃。核桃手串50份给大家发，好不好？麻烦大家，辛苦大家，来给大家看一下，点赞到100万，这个就是很快就能够点到。大家每个人给我点10下，每个人给我点10下，谢谢大家。给大家直接核桃手串，哦，就放到我们的福袋里边。这送多少个？您说多少个？你说，咱先就50份吧。50份可以了。今天直播时间挺长的，我们悠着点送，好吧？中间不定时一直送，大家就点赞。不让大家白点啊，咱们这个灯牌不让大家白加，悠着点，悠着点。小青又拍完了，小青你拍完，谢谢大家。这个我觉得都不用介绍，摆在这儿真的。OK， 哦，谢谢，我们有一位明星大腕来到直播间，谢谢舒畅，谢谢。哦。谢谢畅姐，谢谢。Hello， 畅畅。Hello。好，现在这个畅姐喝茶吗？平时要不要订一套？这个也是我们不用订，小青儿我单送你。直接送，好的。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前面是放了500单全拍完了，是不是？来，朋友们还想不想要？有没有没有拍到的？有没有刚刚进直播间的？刚刚进直播间没有拍到的朋友们啊，来，不要让大家留下遗憾，咱今天大过节的，想拍我们尽量满足所有朋友的要求。再给大家放多少？再放1000单，大气，来上链接。谢谢李总，其实都是在谢谢李先生。一号链接上去拍小黄车啊，小黄车点击一下，点击一号链接。其实我们直播间真正的这个大内总管，实际控制人是小红。不，但是小红要悠着点，直播间也要过日子的，对吗？听李老师，就发现我把这个家都送满了，对对对，因为我们还要播好几个小时呢，对对，悠着点。细水长流，勤俭持家，勤俭持家，好，谨遵教诲。对对对。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组合，这一罐里面的话呢是125克，就四罐加在一起是差不多1斤的量。然后你喝会儿，歇会儿，我来，我来说。好，你歇会儿。谢谢，还是太贴心了。不，他真的辛苦，就还是说一下这个，他很有意思，这个小青柑啊，因为还是有一个传统的喝法，对吧？普洱加这个新会的陈皮，其实原来呢，普洱在云南，这个陈皮是在广东新会，相传在清朝年间，有一个广东新会人啊，罗天池，他去云南做官，等他这个退休以后啊。荣归故里，他带了很多这个云南的普洱茶，
回到广东新会，然后有一次偶然，这个当地人运是要泡新会的这个陈皮水喝，嗯，哎，他就偶尔拿了这个新陈皮水去泡了这个老的普洱茶，哎，就发现这两个味道相加以后，味道非常的醇厚，又有这种橘干的清香和清甜，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喝法，叫新会陈皮加普洱。但是到了近些年吧，突然又发明了这个小清甘的喝法，他就把哎，你要泡这个陈皮水，再去泡这个普洱茶的工艺，实际上给简化了，直接给你做成了这样一个成品结合。还有最后的300份了吧？最后300份，请去抢，手慢无望。好，就给大家自己去拍吧，好吧？好 ，OK， 大家去拍吧，不说了。来，接下来给大家再上下这个，喝了两轮了，真的，我估计还要再喝。好，因为大家很多人还是没拍到。确实好喝，确实好喝。再给张纸巾。接下来给大家上在我们的御掌门的品牌18K 的金香红玛瑙路路通的吊坠。好，谢谢。太贴心了，我们的李老师。现在玉世界都说啊，每个人命中注定要一块玉，错过了帝王绿，错过了羊脂白，不能再错过柿子红。而这个柿子红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叫做云南红玛瑙，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叫南红。那这个价格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福利价了，我们就直接给它上了啊。平时价格是399，是有咱们的南红的路路通吊坠，再加我们的921电镀 K 金的这个项链一整套带回家。399不要，咱今天59.9元，但是一定要没有那么多备货啊，咱就说勤俭持家，勤俭持家，真的这个价格就太亏了。来做准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链接，59.9元，可以的。这个是当下非常火的一个题材啊，对，在别的南红玛瑙、相思豆，您在别的直播间的话呢，看到很贵的那个相思豆，对，今天我们这一款，没错，今天是李老师首次，所以给到大家，此物最相思啊，对，你知道在外面就是光买一条银链就要大几十块钱，就不值59.9元了，对吧？这个相思豆呢，其实它是属于玛瑙，叫南红玛瑙。南红玛瑙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中国的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这个南红玛瑙的串饰了。然后在周朝的时候也非常的崇尚红色，以赤玉，也就是红玉为尊，哎为尊。在西汉靖王他的生前，他就一生当中啊，他一直佩戴着一颗这个红玛瑙的这个珠串。OK， 也就是被称作是玛瑙中的谦谦君子。对，温润如玉。温润如玉。那朋友们看一下，其实这个项链就戴在就是离心口非常近的地方，也被我们叫什么？叫做朱砂痣。一颗朱砂痣啊，令人难忘。那我觉得这一颗，宝宝们，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就是女人就是永远都贪心的啊？咱们脖颈之间有项链了，耳畔的话是不是觉得空了一点儿？是不是要配一对咱们的这个南红的耳钉呢？这个本来也是我们下一个链接，但今天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点赞是72万哈，大家把赞给我点到，咱们不贪心，75万好不好？朋友们，把小手手借我用一下，每人给我点10下，点到75万赞，我们直接把。这一对的南红玛瑙的耳钉，李老师又骂我了，勤俭持家，才这一对的红玛瑙的这个耳钉来直接送给大家，有个条件啊，点赞给我点到75万，现在是快，好快，李老师，我两句话点到74.5万，哎，75.2万了。